哎，美女，我往中心学校怎么走啊？你往前面走，左拐一下就到了。好的，谢谢啊。哎，美女，他那个中学往怎么走啊？那个前面红绿灯左拐就是。左拐就是啊。对对对对。往前边那个看那个那路口吧，前面那直接往前一走，往右一转就行了，直接那前面那也过去了。的时候，请放下你的手机，一失足则成千古恨。希望看到这个视频的网友动动手指转发出去，让更多的人看到，多一个人看到就多一份警惕。转发提醒，感恩。想收看更多的朋友可以点击微信右上角加号，选择添加朋友，公众号搜索 DKK411， 关注 DKK411 就可以收看到精彩美妙的视频了。记住了哦，公众号搜索 DKK411， 快来关注吧。